做过肾手术，对，半年前的事，是肾癌吗？是啊，是，在后面。当时有没有做过胸部 CT？ 有流瘤，胸部 CT 没有做到，他可以扫得到，他说，也能看到吗？也能看到的，就这个明显吗？嗯，就这个，嗯，这不像转移的，不像哈，嗯。 他那个不肾也是早早期的那个肾透明细胞癌，他说那个也是早早期的，已经也没有用药，就是部分割起来才1公分多，很小。那应该没事。嗯，对比一下之前的，那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也是那么大的。对，这还是个原位癌，是跟肾没关系的，嗯，但是也没危险，可以再观察的。 好，是原位是苗位啊？是是是，原位啊，不要紧，没危险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他动手术呢？不要动手术。啊，没危险，动他是干啥？没危险啊。对，那几个月过来？半年查一次。半年查一次。对，没危险。哦，这样子。嗯。他这个变化不大，是不是？没变化。哦，这样。嗯，会不会对身体会不会？不会有。不会，不会哈。 基本就正常人，好，没事。对，半年。你就当地做也行，有这个盘就我就能看嘛。哦，这样的。嗯，好好好。或者你再也不用跑过来，在网上发给我。我跟你说，好好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